2020的这个春天，雷克萨斯邀请五位挚友开启一场美妙的继续之旅。一份不期而遇的春日约定，一场联系着过去、当下、未来的温暖相聚，足够激起我的好奇心。还喜欢什么花？ひまわり。なんかひまわりって上向いて育つから。暂时的禁锢，它可能会是一种新的创造的一种条件。我觉得我们会以一种更鲜明的方式来继续吧。哪怕时间短，我们也可以给自己一个璀璨的呈现。我们俩的那首曲子会留下来。人类的历史值得我们骄傲的部分，正是在那些苦难和打击之后，依然顽强的成长。4月26日，北京、东京，雷克萨斯与您共赴春日之约。Lexus。